我打这个人的时候，我这来了，打了，还有吗？我是二层楼有。二层楼，二是从这二标红砖楼跑上来的。我打起来了，怎么？我把哪波带你去帮一下。我给你个包。来喽。不用不用。看到了，跑了，好，打完伤害打我，二楼。 右边，右楼还有一个，在这边，打，右边是不是有杆大炮啊？最后一个二楼，打头，最后一个，我掠食者，这车有一个。 到我都捡了你，你终于来喽！挂逼，哎呦来了！又是76，说明说，他妈恶心，我操他妈的！这里，快点把一锅拍死，快点！死俩队友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把就干你，这把是，那别管他那边的，把下过来，倒了。 他这儿有脚步，我的老六属性没你那么溜。稳健跟老六不是一个属性。哦，痛！右边。哎，这声音有 bug， 我点头有脚步。这人在干嘛？这把 mini， 是 mini 吗？你看一下，有助攻。蓝圈 skeleton， 走了。 出来了，打了一枪，往马路跑了，一个吉普，一个人。不知道的。哎，我出去出车了。我哎，老子在他死前爆了，爆完了而已，因为老子他妈很气，他是挂。你他妈是从老子炸死了，你都没爆，我他妈跪你脸上，你都不爆。来呀！让我我脸上。 都没对药了，打不了了。等一下，先别，你打倒的是我脸上都是吧？对。打耳朵外面吗？在他脸上。就是前面打。这不就一个啊？应该就一个。 瞬间爆杀！我的妈！死了！ That fucking movie， 往里上，拐角打他了！你给我三宝贝！你他妈你的骚杯啊！我操！你打那个妈左边。 什么意思啊他？我操！他好像是个怪。我得举报他，哥们儿。